做啥菜呀？包饺子。猪肉大葱芹菜。再放点芹菜。放点啥子芹菜？你休息吧。记得吃饭了，华德子。啊，没打算的。没打算的，该吃亏。好好教我姓名吧。教俺再换一下那教。包这块饺子呀。嗯，明年得。哎，我给你包吧。别紧点啊。最近教什么？上次学的精神素材，这就简单，人家就哎呀，俺其实真的就是做饭俩心疼，太热了，娃又从身体上关心。哎呦，哎，我的太太睡醒了，那进来，进来，娃抱娇娇啊，抱了娃吃了娇娇啊，睡好了没有？我娘娘修的念舍，你多吃两个啊。哎，这饭就这么长下来了啊啊！咋了？啥子？嗯，咋给你二爸开车？给你二爸开车车去。嗯。怎么了？还心疼着我呢。给我下面片啊！等你入眠行。别吃哦。别吃。你再吃。那吃。再吃那个，再吃那个吃。好歹来再不。我往一杯啊！我不给我往纤维。小子。你给我多吃点是吧？哎，喝我的汤，我的汤，行。